哎，怎么玩啊？到底？哦，就是一哦，好，没事，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够够够 ，keep roll， OK， 好，一、二、好紧张哦，三、四、五。啊，好，我输了。来来来，跳一张，跳一张。啊，这张，来，你看一看。老公给你度蜜月的惊喜，到了之后发现不是你喜欢的国家，你会？其实我今天可能就想待饭店就好。你在演喽？天哪，一秒入戏。可是难得出来度蜜月，外面好像不错，出去逛逛。反正我觉得在这里就很舒服啦，要去你自己去啦。就立马离婚。电视要去自己去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你就是天生的演员啊，命运都是这样子，朝着你来。妈妈致辞已经超过半小时，你会？哦，我怎么给他今天戏很赞的一集，怎么给娜啦？吼，他真的是从小把他演到大，什么演到大，把他养到大，是我的福气啦，可以遇到妈妈，真的很感动。讲话难的，妈，怎么？我放弃。一、二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没有八，一到七而已。哦，好。婚礼上发现都不是认识的人，原来走到隔壁场，这时候你会不好意思，我隔壁棚，就这样，拜，祝你们幸福。哦 ，OK OK， 好，赞 ，OK， 拜。这也蛮好写的吧？大概就这样。从今天开始呢，就是人生的一个新的篇章。那很恭喜你们走到这边，往后也要多体谅彼此，然后多想想彼此的好，然后开开心心的相处下去。能结婚的人都是非常有勇气的人，因为结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然后我希望大家都可以记住结婚那天所有的幸福美好的瞬间。那往后你在婚姻中遇到任何困难，一定都要想起这美好的一天，然后让你们继续往前走下去，相伴到永远。加油哦，加油哦！你看风凉，你看风凉，看人家风凉的，对，加油哦。